光临，欢迎大家来。对，我们已经唱完六首歌了，谢谢。这个帽子有一点点奇怪，然后它有一根线在这里晃来晃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唱了一些主曲，其实有两首歌曲、三首歌曲，我们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常常唱的。这两首歌，对，我想请，请那个会唱这首歌的人来唱。我想，我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也顺便讲个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我承认哦，就是我们现在下面要唱这两首歌，对我来讲有一些很深的一些思念，因为他是我爸，很爱唱歌。那爸爸到天堂去了，然后由妈妈一个人到孤单。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，做孩子的可以做什么？工作很忙，又不能够常常陪在妈身边，所以觉得很愧疚。今天早上妈妈受伤了，虽然说伤一点，还是为什么？我一直跟妈讲说，反正不知道那做为人子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自己很不孝顺。我不管，我今天想要请我妈上来跟我们唱这首歌。没关系啦。对啊，我们唱完这个，唱一首就好。一首就好了。对，第一首我们唱你会唱的歌。其实我刚开头就说过，其实今天不是演唱会，今天是同乐会。然后我后面准备了，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哭，我陪你一起唱。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很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那等一下点到，不是点名吗？点到这首歌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，就一起。对哈。那边有歌词。你可以看右边啦，不要看了，不然我会哭。给我们一家人掌声吧。谢谢。我想说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。这首歌叫做《心影》，心这里是什么心字？心里面的影子。如果这个字太小，没关系，我们上台。
叫人家说安口。安口。但是一首就好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第二首歌他就会哭了。对。不过，那个，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是，对，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，不管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小小的爸爸妈妈，对我们的家都很支持，然后我可以让我们这样肆无忌惮的乱跑，因为他们都很专心的帮我们顾小孩。所以呢，我的妈妈唱完了，我请我的岳母上来唱。妈妈说一首了，很爽，快点嘛！对呀，妈，你一定会唱的这首歌曲。对，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们一定会跳你会唱的歌啦。对，我们你不会唱那个，现在开始我们唱邓丽君的歌。妈，快点！掌声欢迎来！你们两个，我可以陪你，我可以陪你。你们两个谁不要那个？PK 赛吗？对对对，等一下他们要举灯。我可以陪你唱。可是你不可以哭。没有关系，这首歌你一定会唱。妈妈不会唱，会啦。我知道你没有戴眼镜，所以我帮你准备大字报在那边。没看到。很大。飘。
的幸运，嫁到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。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然后呢，我嫁到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，所以我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。耶、yeah ！不要太骄傲是吗？谢谢你啊。